台湾渔村料理，和风海胆，材料海胆80公克，山药日本120公克，芦笋6根，罗曼生菜心6叶，调味料和风酱、中华调味酱2匙，意大利调酱1匙，味淋1/2匙，芥末籽1/2匙。做法：将中华调味酱2匙，意大利调酱1匙，味淋1/2匙，芥末籽1/2匙，混合均匀，成和风酱汁。山药去皮，洗净切丝，泡水。芦笋穿烫约2分钟，冲凉后取芦笋绿色尾端部分，罗曼生菜洗净取用，靠近菜心小瓣的嫩叶。剪开海胆，洗净内部，再以汤匙取出海胆。于沙拉碗上依序摆放生菜叶及芦笋，放入山药丝及海胆，最后淋上和风酱汁即可。